嚟咗兩日，我揾咗你好耐。1年前嘅比賽，你同尤美點解會失蹤？靚唔靚啊？嗯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家姐，我覺得呢套最襯你啊。咦，你有信息喎？ 点解会系你啊，冰姐？其实系中意嗰个系我，佢已经应承咗同我结婚啦。你唔系话要同我结婚嘅咩？点解你要搞我最好嘅姊妹啊？我点记得啊？<笑><笑> 你知道赛车嘅精神，只要架车仲行得，就唔可以放弃。 第一届亚洲巾国杯就嚟举行，我要重组刘光速，我要你翻嚟，亲手将个奖杯还俾我。我要照顾我妹，佢需要装义肢，我好辛苦先帮佢揾到最好嘅医生，下个礼拜就要帮佢落订，我要赚钱。订金嘅嘢就交俾我，赢一场比赛，啲奖金就交俾你妹妹嘅手术费，点样？ 真嘅，兄弟，对唔住，将你染成咁嘅颜色，太委屈你啦。其实我见到你咁嘅样，我都好难过。不如咁啊，等我搵到钱，即刻同你换一件超靓嘅衫咯，好唔好？ 洗面，冰，啲钱我搞掂晒，你过嚟公司攞，好啊，OK。 打劫！打劫啊！有人抢钱啊！喂喂，帮我拦住嗰架车。哦，系粉过的。
帮我追前面嗰个车。啊！我俾3000蚊你。啊！真噶？快！好。我将张拆啊，嚟唔嚟啊？喂，好钱啊！哇，咁多钱，实系暴发户啊！要唔要帮手啊？冇嘢冇嘢，都系同我报警啦。咩啊？报警？哦，好啦，我对付啲衰人，你啦，你警察 ，OK？ 啊！
该。杰飞喺边啊？就系佢哋啦。行啊！犀利犀利犀利，再俾多十个你啊！吓，你以为我叶问啊？嚟医生。诶，我冇事啊，我冇受伤啊。你有冇兴趣加入另外一个车队？你系边条的士车队噶？他揸车的姿势很规范，手脚配合干净利落。他遇到突发嗰阵时，唔系踩 brake， 而系踩油门冲过去。呢啲系职业车手的潜能反应。教练啊，他很有潜质啊！冰姐啊，尤美啊！教练，有两个女仔喺你 office 等你啊！我已经找到我想要的车手。吓！原来被人打嗰个就系教练高峰啊！一早知道系佢坐喺我架车，我实撞梗啊！好彩你唔知咋，如果唔系嘅，我哋今日都唔会企喺度啦！哈哈！Oh my 粉哥，飘儿女王沙野加，佢系刘光速嘅咩？叛徒！而家佢去咗死对头英明殿。点啊？决定加入我哋车队啊？我哋哎呀，唔系同我妈等我嚟。靓仔教练，你对车队咁犀利，我哋梗系好想加入啦。只不过小姨阿妈，亦即系我姨妈，亦都系我哋嘅太极拳师傅，佢不嬲都觉得赛车危险噶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可以搞得掂小姨阿妈，即系我姨妈，咁就风调雨顺啦。其实我都好中意赛车噶，只不过我知道自己冇小姨咁嘅天分，但系我哋两个姊妹诚心，心到分唔开嗰只，所以咧你就当买一送一啦。仲有我俾咗咁多情报你，你点都俾我加入啦，高教练。讲完，你讲咁多嘢，到底想我搞咩啊？而家赛车设备好安全，赛车衫都系防火嘅。小姨佢除咗揸车好有天分之外，仲有一个特点，佢打完交之后心跳比正常人慢好多，心跳越慢，心肺负荷能力就越强。因为车手喺长时间比赛入面需要耐力同稳定性，咁样判断力会更加准确，所以小姨绝对系万中无一。教练，教练，车队嘅老板系边个啊？系我爸爸，系家族生意。家族生意？唔错，你单身噶？呢啲乜同赛车有关咩？